我现在是刚学，哎，包饺子，所以我就放一点下。我不是水果，就是妈妈说要把它们对齐，让包包说一遍。中指，这往后。应该是这样，高点。嗯，尤其是上面包不好。哎，我不小心干了，没事。哔哔哔，这现在很成功。相当有点丑，但是能吃就好。不暴露馅就好。有点裂缝。这会裂馅的。那把它们遮住吧，遮住，但是差不多。好。哦，不行，这不行。看，你这，妈，你看。